吴尊的老婆啊，林丽颖长相一直是个谜哦。除了若干年前被爆的合照外，网上也很少有关于他老婆的其他照片了。12月22日，有网友在新加坡某商场与吴尊老婆林丽颖带儿子 Max 逛街，这也是林丽颖最近一段时间来罕见正面照了。图中能够看到林丽颖长发披肩，身穿黑色格子连体裙， Max 坐在推车里，而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，37岁的林丽颖保养得很好，特别漂亮有气质。爸爸去哪儿，我让很多观众认识了吴尊一家，颇受观众喜欢。而吴尊的老婆林丽颖却很是低调，即便参加爸爸去哪儿，我都一直戴着口罩，不愿意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公共视野当中。但林丽颖贤惠持家的形象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呢。林丽颖和吴尊相恋18年，2009年两个人就被爆出结婚，直到2013年吴尊才正式宣布和林丽颖结婚。结婚后的林丽颖为吴尊生下了两个孩子，一家四口也是相当幸福甜蜜。近日吴尊老婆林丽颖最新照片被曝光，而实际上这些照片也是很久之前的，关于林丽颖现在的照片更是少之又少。今天网友能在新加坡偶遇吴尊老婆也是件极为幸运的事。 Max 在爸爸去哪儿中很受观众喜欢，其中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，尤其在节目中保护姐姐奶奶更是让人印象深刻。